英国银行窥视挥霍贷款人。 某些英国银行承认他们长期观察贷款人的消费习惯。 透过秘密信用检查，银行锁定出一旦升息恐将违约的高危险群。 他们建议客户花钱要有所节制，并应优先付贷款，以免太迟。银行说此举非常有效，但也有人抨击银行太超过，让被锁定的贷款人难堪。谁又会来谴责各银行本身的过失和不负责任行为呢？ 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